尚主席莫小涵。全班就我一个东北的学生，我家是辽宁东北，然后办的
就叫我小东北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岁数也小嘛啊，然后现在就变成老东北了。那会儿还说过哪班的，就我一个东北人。后来呢，整个班里边开始，你们不知道，那一上课全是北京话，方言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哎呀，真危险，太多了，累死我了，都这样。我班是大东北，没有，都这样。所以来说呢，这人呢，平时生活里边好观察、好学习，
食物，而且刚才提到了人家有爱好啊，最大的爱好是什么？是喜欢小动物，就喜欢养猫。哎，家里边有时候养点小动物，我记得以前家里边养了一只狗，还有狗有，是吧？说话都不回了，向你确认一下。你确认你手背的厚度，也能确认。哦，有一只狗。你不让我背后边，我不听话。真的，我家里养了一个，你家里养了一只狗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一只泰迪。起来的牛狗对吧？对对对，家里养了一只公的小泰迪，没错没错，公的泰迪，是啊，公的泰迪，没错，我们给公的泰迪干嘛呀？刚才下边有明白过来，真是乐，就是有养活的，再不济网上看看试试的，我们说明。回忆啊，就这个公的小太阳啊，看世间万物都像母狗。您说这个确实，对吧？养完了做饭了，背什么骑什么，背什么骑什么，家里东西给你祸害个遍。后来这人啊，是到家里边置办东西，买了根绿植，哦，绿植，一盆仙人球。这么大，这桌上有点盯不住，放地上养养那个大的仙人球，地上有个仙人球，对，我还有一堆泰迪啊，是仙人球养的泰迪呢，被真菌给揪死了，哎呀，揪死了，这话，那你说的话苗还有，噗，哎呀，吓死了，哎呀，仙人球养的泰迪，很别致啊，仙人球上边有小泰迪。后来就说啊，不了解动物的习性不太好，咱别瞎养。后来家里人养动物了，哦，喜欢去哪儿呢？动物园儿，我去看，到动物园去看看小动物。这好，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？灵长类，哦，灵长类动物，喜欢大猩猩。哎，这回咱们人类离得近，对对对，观察有意思。整个它的整个的行为啊，自己动。肢体的动作呀，整个的方向啊，都跟人类很像，哎，好玩啊！好观察，看这个，看，哎哎，兴奋，我看见一大猩猩，哦，到时候去看看去，看完了那猩猩，哎呦，猩猩确实啊，看着比人类壮实，那肯定，网上说的对，这是世界上最凶的动物，哦，啊，网上都说了，大猩猩特别的凶，因为大猩猩枭雄的。这叫枭雄超凶啊！对对，大猩猩枭雄的，对，玩笑。还有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大猩猩，我爱我爱吱声，很安静。为什么？这大猩猩凶。哎呀！说的两种说法呗。对对对，反正就是喜欢看看大猩猩，看它动作，想跟这个大猩猩动。也不太合适，人说现在也不让投喂东西，不让，我跟他招招手吧，对着里边的大猩猩，打招呼，不招手不要紧，这一招完的时候，大猩猩大个儿，超级大石头冲他，动你，拿石头砸我，不怕，鞋面没疼，你能疼，连个玻璃都没有吗？我面对面的，我看你俩真的，这是危险的。中间你去个动物园，中间有一沟，那沟里边有坡，坡那边是大猩猩，然后这边是你啊，不是那种玻璃的，玻璃那离太近了，大猩猩一敲胸的，它就碎了。敲胸的，哦，离那么远，拿石头都能歇着，毕竟惊人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砸我。是啊，哎呦，有点轻，他这里挂了彩，流着鼻血，他很委屈。不行，我得上动物园儿，得找他们这个管理员，说都说不去，去那儿有点危险。我堵上再去行不行？哈哈哈哈哈！别
啊，赶紧出来，出来看看，看看你动物园的猩猩多么惨，把我打成这个熊样。赶紧出来，哟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说什么？人，打的面目全非，看不来了啊！我是人，我说相声的郭笑汉。行了，那个您什么情况？人脸不伤，不是那车给怼了吗？哪车光怼你啊？这车人轮子是有点大呀。你还是脸不好。不是，不能光怼你，这是挂彩了啊！不是车怼，我一看这个情况，这是你们公园的大猩猩，大猩猩拿石头扔我，一扔完，啪，就这样了，不砸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开始呀。
咱们看看你怎么脑子里有泡。反正就说完，后来没过那会儿，接着山里边下路。刚才提到山里边有危险，哪来说啊？遇到危险一般啊，到山里边做什么的措施防范？哦，那去之前买个保险，就是给家里留一份保障。就是遇到山里边去溜达，如果碰见野兽，你被野兽吃了，告诉你的家人。不是那么远的，那当然白吃了。那吃了我连保险都没买，那谁闹得着啊？哎，你能闹多屎？哎，讲什么话？我让人笑话一圈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我都去那儿了，我要自担风险呀、啊，自担风险干啥？那教给你个防范的措施。那我听听您这个，然后平时走到山里边去，提前呢准备好一把雨伞，好防备下雨。不是，下雨有什么危险的？孙女，你怎么去的什么山？云山。哦，里边有很多屋顶。是不是云山？不是，大把雨伞都够防的。平时遮风挡雨，到了关键的时刻保命。这怎么保命？高原或者山里边啊，你碰见了狼，你怎么办？山里狼？对呀、啊，你给他看保险，肯定是不行。别看狼，是我们这里。哎呦，不看狼，我跟他跑跑，你两条腿，狼是四条腿，你跑得过狼吗？哦，他比我过得了腿。对呀、啊，我缺什么？你也是个零下白头，你觉得你四条腿，你带上你俩前腿，你逃得过狼吗？哦，对，我这没经过特别的训练。那我跑都跑不了怎么办呀？带上雨伞就管用处了。这怎么用？哎，好雨啊，山里边管用。突然啊，你提鼻子门，后边有新放的动物的气味。哦，我这能闻见。野兽不要有气味啊！山里新放的有臭味，有快，这是被什么野兽给跟上了？是。后边有一只狼啊，蹑手蹑脚，尾随的很好。跟在郭霄看后面，他一提鼻子门，看后面是谁？瞧，一扭脸，啊！一劈子，我发现了狼。后边尾行的很好，突然间被察觉了，狼一吓一跳。不行吧？你狼认识？小玩具，你开个玩笑，我保你不赔你了，这玩意儿。
这个方法不可取，放在小小的布上。嗯，哎，把这个雨伞拿在手中啊，前面就是这匹饿狼。哦，拿这个伞尖对准狼的头部，这个时候一摁开关，把伞打开，啪，吓狼一跳。这还能吓狼一跳？狼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当然了，狼上次看过雨伞的，这对于它就是高科技产品。刚才我提到了没有？你看雨伞呢，前面是个很小的底，瞬间一打开，啪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面。哦，狼就没见过呀，盯着你，还会说话呀？还会说话？他心里头都哦，什么东西？我也不害怕。你是谁？一打开，我去，瞬间很大的面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呢？哎，正正神的，你把这个伞一放，这就好了。哦，他就盯着这伞一直看，打时间差，是真管用啊！如果不管用，这两个路真拿，实在饿极了，管你拿的是什么，拿这伞尖对着头，我把这伞尖顺着两个头走你，捂回来，再弄开关。狼就跟扑棱一样被一阵风吹跑了，给它撑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人感觉悬，这还行哦，总比你这儿等死强吧？我就想别碰见，对不对？就最好不要碰见狼。嗯啊，这种按说碰见了狼，有气味你还是能察觉。嗯，好比到了山里，你又碰见一头很凶残的动物，碰见什么？我想想，碰见什么？对，碰见了，碰见公太乙。哎，你看我把先头出来了，弄得这个大嘴太了，那个小那个小姑娘，我让你把他们开。我到底碰见什么了？太乙马三宝是吧？这是我家。山都哭了，太离谱了！碰见，毕竟他已经到了。如果再碰见，就是立于所命。那个不是，对，不是手，太离谱，没人碰见。毒蛇，哦，山里的毒蛇，哎，剧毒的眼镜蟒蛇，眼镜蛇，哎呀，你说我要注意不注必死无疑。哪儿太多？对，你说你碰见了眼镜蟒蛇怎么办？我跑了。我站着跑不了，蛇没有腿啊！我正着打把坐着打打打，如果分都是跑，一条蛇都没有，拿肚子在那磨呀！我说的是蛇，不是蛆。我也是，那蛇是没有腿，你有没有点常识啊？它就在地上来回蠕动啊，那蛇的蠕动的很快的，草上飞，形容蛇，草还不完，你咋这么出来的？你咋这么出来的？危险，我去试试，怎么办？不能跑，我不知道。提前准备好一把雨伞。
秧。这叫什么？靠山前溜达，靠蛇的攻击范围之后，地上爬进一头眼睛黄蛇。哦，我看见了，你就在旁边。这蛇啊，就做了防范意识，想在这儿啪就一枪，你看，出了他的心。两边都是毒药，就是要攻击，十分的恐怖。别。
商量点什么？没勇气。俩人就商量呢，熊姑俩是一年多，憋得也急了啊！看俺俩，把这衣服全给扒了，刷，刷，后面的事儿不可描述。今天这事儿，就咱俩知道。
可以不说好吗？不用说，肯定可以。行，谁也不说。但是大爷，咱得保重，不能饶了这个局。饶了大爷的局，咱们俩是干嘛的？说相声啊，咱能吃这个亏吗？是啊，上你的进去，让大爷我俩。明天啊，我带上武器，我包里啊有鞭子，有武器，包里有鞭。明天咱们正着，他一个手，咱俩人，他一个手老多，咱俩人，人多力量大。咱那熊在住着，你先上吧。瞧我吧，明天咱整装待发，会有一个熊。对，俩人简单的洗漱完了，第二天正常回家不就完了吗？叫不醒，得报仇啊！这个又拿出一身衣服穿好，背上书包，今天咱弄死他，包里有鸡，带有鸡，给人送两瓶羊鞭。
期待的确实不够丰沛，哪儿都不是武器，哪儿是人机器。这样吧，明天呢，全副武装，带着猎枪、真枪实弹，跟他干一场。枪，跟他干一场好不好？好。还去啊？熊的力量啊，新鲜，怎么都贵。